それだけできれば一発の忍びを。Hello， 只有物品装备底下。安安呢？锻造有，我们来个标题哦，在刷装备的我刷到听说很难刷，来自顶。好的，我现在算好刷的啦，因为我现在的装备是可以欺负他的装备。下午好哦，这无聊吗？你们在干什么？买个吃的再回来。好，我也去点个吃的，我等一下回来。等我一下哦，站立一下下儿。休息。站立一下下去拿喝的啊。Hello， 我回来了。哎、hey ，好，红魔时刻任务更新，不是两点更新，我的天，我回来了。没有，顺便玩这个，我要暖手。明安安，不然等，我现在刚刚是手真的是很冰，没办法，没办法画画。我现在真的完全不敢一个人玩这个主线欸，我都啊，老鹰的制作书啊，我刷到了另外一个制作书，刷到另外一套制作书了，我刷到武器的制作书了。欸，这是忍者的，不要。
だけできれば一発の忍びを。画面会卡吗？小鱼早安，装备老鹰，保护一下哈，下段攻击。最低伤害，可惜了，是69等。哇，那这样装备等级好低哦。没事，我们不行。我们慢慢来。要不要立个 flag 啊？如果这一场刷到就怎样怎样之类的，不可能。加藤鹰，跟加藤啊，加藤鹰什么？跟加是一七，把我身上这一套嘞。你还要好，それだけできれば一発の忍びを。现在已经有绿装了，因为主线过了啊，主线通关了。那我是跟醉醉一起打过的，这就是。怎么讲？最最拉高了那个怪物等级，所以我那时候也是打的是蛮刺激的。等到好等，我现在要刷他的制作书啦。看巴哈上面人家说很难刷，可是就是我现在之前这个吧，丢出去伤害是2000。所以有可能会让他用到那个替身术，所以会刷特别久。那现在主线通关之后，丢两颗手榴弹就 OK 了。而且有时候，我之前穿冤家藤在刷这个，幸运的话可以丢到三颗，所以那时候刷蛮快。那现在是丢两颗伤害就够了，所以还不错。按错，那、啊、算了，鉴定。行，有什么错？我觉得这个不像魔物，因为魔物我真的可以一个人自己慢慢狩猎魔物啊，这个没办法。这个死了什么都重来的话，就要让我自己单刷的欲望会变比较大。それだけできれば一発の忍びを。风铃暗暗，基尼吗？前几天开 PS 打了一下，太久没玩打马头鬼死了两次。你是打五周目的马头鬼吧？
他自己开了 Apex。现在还有一个任务还没打，那个阴阳师的最后一个任务还没去打，感觉很难，我就不敢打了。第二周目的码头鬼破一次之后就没有玩了，看教主玩收养去玩了一下，阿伟都是小闹闹在打、啊，都远远在打，最最玩的收尾都是在远远的在那边放人狙啊。不尝试一下吗？可能打得赢，打赢什么？你说二周目的吗？二周目我打过啦，二周目的第一关我打过啦，我一个人打的啊。应该说，暗影片之后吧。问一下哦。对啊，续框片。聚光片开始都是那个带的，所以我聚光片开始比较陌生路啦，可能会自己打啦，因为开这个没有观众看啊，看不懂。我想说就是现在先暖手，等一下画画，反正就是顺便刷彩，刷刷我要的素材。是刷不到设计图啊！それだけできれば一発の忍びを。不尝试一下，怎么说？我大概知道冷剧要怎么玩啊，就只是跑图的过程中，不像怎么讲，像魔物猎人可以马上知道 BOSS 在哪里，继续打。他打这个都是路上一大堆小怪什么的，会比较烦。女角好凶，捏错了，不然我等下改回来。对吧？掉那么多了，还没有。それだけできれば一発の忍びを。欸，问一下，那个视力呀、啊，如果你关节升上去的话，你改变那个。改变阵营的话，那关节会重来吗？因为真的很难刷，是不是？替换外观，打起回建厂，没试过，好，没关系。整理仪容，外观，等一下哈。我们的基底不是身体胸部大小，哎、欸，我原本你看还更大哎、欸，可是我觉得这太恶心了。好了。不是不知道豆腐，
それだけできれば一発の忍びを。好啦，最晚刷到三点好不好？前锋安安，三点哦，又不是说刷什么，刷个二十分钟就刷得到，三点哦。嗯。就给他九字结印，我还没刷。我是叫我自己试试看，是不是？好啊，不然等下大家看，因为要吃东西，好吃我的中餐。因为我如果用我这身装备去打的话，很吃亏，因为这身是冷具装，打。打那个打阴阳师的会很累。啊，所以这些都是我自己打的、啊。有些支线任务也只能自己打、啊。那时候想说，哎，最最帮我打这个，结果发现我完全没有东西可以跟他打，因为那时候留了一大堆支线任务，说走我们去打，结果发现说那些都是我要自己打的。那最近半应该说11点12点都在兔窝跟醉醉打，看看啊。有大概30秒刷一场，我现在已经14分钟了，我们已经刷了多少场了？30场了有吧？好啦，不然就1分钟一场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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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好像真的有点难刷欸，之前随便打个金川元素就打到一些我看不懂的制作书，
太难了吧？それだけできれば一発の忍びを。哎，我如果换二周目刷他的话，是二周目的等级吗？我换换看好了。来来，被虐虐看，等我一下哦。会不会比较难打？二周目。好，他没那么笨，是我太笨了。你把给我了啦，快半小时了。而且在这更早之前，我在刷冤家，大概有刷了20几场，那时候就刷不到全身紫色的，就刷到有而已，从来没刷到制作。阿气，青楼安安，长期回来了，安安，好啦，我们去打一趟。打看看，莲雾，对不起，懦夫，
靠！他好哭啊！好、哦、哭啊！哭啊！不觉得刷那个比较好？天哪、啊，机关棍有这么烂吗？我怎么之前打他没那么烂？我的天！要换手甲，就手甲打他好像比较顺利耶。可是我没练手甲。防御咯，哼，我好烂，好，最后一次了，攸关我画不画得了图的事情。
好像很难，不是？跟你讲，因为我现在这身装备，好啦，我也不熟魔怪物的动作好了。因为我这身装备是都是丢冷，就是手里剑那些东西的，所以我如果近战的攻击会超级不痛。好啦，晚点再来打，一下再来打，用。安安，来低一点叫做声音，转移注意力，不要那么紧张。你要干嘛？你要口试是不是？我记得你是不是说你要什么口试什么？冷到。それだけできれば一発の忍びを。哎，不行啊，我的冬粉好像会烂掉。修行锁，好。好了，不然刷一场吃一口好了，看我们什么时候吃得完。还以为刷到了呢。それだけできれば一発の忍びを。我吃一口喽。看来是刷不到了呢。肉也太大块了吧。三十四分钟就这样过了。李李，粉砖有没有人帮我用？离合离合。你在上班？小鱼早上还问我跟你讲了没，我说我讲了。你昨天有听到？我想说，我昨天晚上没开台啊，你听到什么？
哦，有人赖你。按错。やっと面白くなってきたが。刷不到，就是刷不到。你所谓的。将来的美好，将来吗？这时候能认真开台的很少吧？对呀、啊。啊，三十分钟了，广告。粉色，我们究竟会把包包刷满，还是会先刷到设计图呢？能认真看的都很幸福。你要想哦，他可能是上班上课在那边偷看，可以看得很认真这样而已。哎，我去改一下，腿好痒。它算素材吗？对啊，很幸福欸。それだけできれば一発の忍びを给我制作书，比凋零骷髅头还难打欸。原来轻松生存高效打凋零骷髅头都很好打了。
有了吗？是这个吗？哎、欸，干，捡到了！哦哦哦哦哦！好了，我们可以画画了。捡到了！来看一下这边，这边有没有430？我原本身上只有100多而已，我们刷了300多套衣服了。影视茶室，我买了港币85块的午餐。哇，那你吃很多呢。我要干嘛？我来找他要干嘛？我想一下。好，忘记了。想起来了。智力战。很。还有什么可以给啊、哦？好像没有哎、欸。一大堆，冤家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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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的，也太多人了吧？什么多人？你说观众吗？你是说不认真的观众吗？上班不上班，上课不上课？哦，圣神哦，对啊，这几天超多人的啊，啊，我也。都在聊天室说，如果有人没有进群的话，在聊天室说一下。啊，有看到在跟小帮手讲啊。奉献武器。起飞了哦？没有啊，怎么可能会起飞？换到分冤家藤，你哦，在这里耶！十三骨干，这也太难做了吧！天哪、啊！好了，那准备打开我们的 SAI 了，结束。啊！等一下哦，我先吃个饭，等一下再来，再来画画。好，晚点见。
很。先帮这个挡一下画面吧，办喽。嗯，好像有点饱耶，天哪。等一下，他的，我这个是在。的大小是不是跑掉了？欸，真的欸。那请问这里大小？哦，在这里哦。你睡觉听了才入睡，你要睡觉了，晚安哦。不是。好饱，我的天哪！我那时候从我嘴巴，他们说从我嘴曾经呢，就是从我嘴巴说听到"好饱"这两个字，真是很恐怖的事。因为当时我真的是大胃王，再没办法。你来吃一半，什么？昨天橘色的猫？我昨天一点就去睡了，我真的撑不下去。然后结果我早上4点就起床了，哭啊！
睡三个小时而已。我在想，等一下我要不要睡觉、欸？哎，怕晚上高效睡过头。那个软体，那个应该说程式啦，就 YT 就没有资源，蛮可惜。Blue 399安安，不是怕，就是怕睡着后起不来。你不睡觉，顶多就是扛回累而已。可是睡着后，是整个是爬不起来。忠诚点数是不是下面那个啊？就是聊天室下面的那个数字是忠诚点数啊？那个是不能交易的，对不对？因为管理员跟台主不能那个啊，不能玩那个什么赌，那个什么赌博。我昨天在操盘快笑死。我在边玩人王二，边在挂台。我们在聊昨天拆渣台啦，因为现在拆渣都在 Twitch 开台这两天，然后就有一些跟观众互动什么之类的。好哦，好，等一下我们三点开始画图。哎，我改一下。三点开始画，点编辑，来画，中等。懒懒超像新增的一张相片。什么？好戏打不赢重戏吗？可以吧？我记得有啊，等一下啊。哎呦，攻击加成真的哎，好戏加成5%。可是你要想哦，你就只会吐司跟撞击而已哦。
对吧？可是不要忘记哦，臭臭花是草加毒吧？我记得是。我看一下哦，臭臭花，臭臭花你会什么技能？十三安安，我跟你讲，臭臭花可以学大晴天。算了，那是火系的招式。算了。还有七分钟，我去收个碗，我们等一下回来就开始画图。哇，好饱哦，好恶心哦。同用，你说上次那个吗？上次那个弄完我就没有动它了、欸。我要用吗？好笑。在哪里我忘记了。整合工具嘛。对。YT， 然后咧，停止整合功能，它现在是停止整合功能啊。啊？它现在只有停止整合功能，我赖你，我赖你，我赖你。恐怖，我按过啦，我按过了。
好了，我们要开始今天的图。其实我的左手手腕有点痛，应该是压到了吧？啊！新增资料夹，新增图，教主没事吧？没事啊，有手。手腕痛而已，没事。太久没画他了啦。Thank you.
就怪怪的，后脑勺有点大。不成怨永远淡了，白痴哦、喔！什么鬼？等一下、喔，好的，等一下、喔，拿到100%，100%，然后。然后合并再降低 ，OK。
有什么代表他的啊？没有。好，没了。我一直听到啾啾啾的声音啊。
好啦，这是他的意思，他是说画一个小的我，然后拿火焰来烧我。好啦，开工。首歌，
啊，我在画谁谁就失踪人口啊。嗯，现在换歌了，白痴哦。好，算了，循环吧。现在才五十几个人，怎么可能还没进托的会在这边啊？晚上我会再提醒一次啦。在这边讲，机会太渺茫啦。有哦，所以有哦，你就看到一个谁这么厉害。我回他私讯还没读哦，我手腕真的好痛。欸，你们清键盘都用什么清啊？就是拿键盘拔掉那边刷一刷吗？所以会推荐用那个什么史莱姆的来用吗？今天好冷哦，冷死了，淡水不到15度耶。键盘脏了换新的，不要，这个不是舍不得换，才刚换呢，就上面都有我的头发，然后我有稍微都拔掉几根键盘，然后把头发清掉了，就有些灰尘屑屑在里面。感谢杰云的超级留言，没有，那天在聊那个。噔噔，有那个日麻那个啊，我说保底靠你了，没错啊，靠你啊，没有啦，之后可能就是等有那个活动角再抽吧。那天确实是冲动了，居然抽到了一个黑喽。
队魂角色是不是能氪金？是啊。哎呦，坏眼睛就是吗？而且认真做起来，黑肉皮肤都好毛细孔小，什么？你跟我小。哇，太早画这个了。手游都玩不久。要看咯，
等半天，等什么啦？烦死了，受不了了。出。你还没收到，你看一下那个粉丝团，你看一下有没有回应你，有回你的话，你再看一下。可以吗？回啊，可是小帮手是，因为他刚刚跟我讲说人有点多，我就跟他讲说，你看，对吧，人很多吧，也没有说他都没有做事啦，大家都很忙。分享一个亲身经历，一般人在怎么飞最多也能抽到保底卡，但我就是飞到以前玩神魔的时候出现一个 bug 抽不出来。嘿，什么 bug？ 哦，是要点那个哦，点那个 LINE 的那个 QR code 哦。哎咻！哦，我的手腕真的不能弯了，好痛。今天晚上人玩要 pass 吗？我手腕不能弯，又不是说我拇指不能按，白痴哦、喔。你是有看过人家玩 PS 手把用手腕在弯的吗？不然就是你今天打快一点啊，大力一点啊。
我都保底加保底抽加不幸写的45抽。然后嘞，就是没抽到吗？前几天我家路口这边发生车祸，那时候车祸一发生，我想要靠什么声音？因为它是直接突然嘣，没有很大声，我想说什么声音，然后就打开窗户去看一下，就两台车，一个屁股接着一个屁，那个屁股咬着那个，应该说车头咬着那个车屁股这样子。心里就想哦，干好爽，在飙车啊，在飙啊，就是还好没有人没有伤亡啊，就只有车子撞到而已。轿车啊，轿车啊，然后最最又开轮王了，你到底有没有在公司啊？让你时定上上下下的，我这样说不对，不对什么？不是啊，哎，我你没飙过车祸，不是啊，就是你被撞啊，哎，你是被撞还是你撞人？你被撞的话是撞你的人要负责，不是吗？对不对？被撞飞一个阿公，那阿公有没有负责吗？他撞你耶，我怎么画那种烧起来的感觉啊？
这很难画哎、欸，等一下哦、喔，帮我改成这样子。哦，关掉。哦，不行。滤镜色相饱和度。不行，烧不起来。放弃，烧不起来。这张画完，画完，画完，我去睡觉，晚点要轻松搞笑。看来有几天不能画画了。你要投钱进去，好啊，哎呦，画不出来耶，好挫折哦。还是饱和度，有没有把我饱和度就是？然后分片叠底，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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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发光。第一次超级留言献给教主，感谢你的第一次。等一下，他跟我讲说，
用阿刚的火。好，我画。哦，嗨，好久，好久不见。哎，我画不出来，怎么办？都是用后置的啊。阿刚的那个火太漂亮了，是透明的，哎，它要多亮那样子吗？哦，有感觉哦。不行，好丑哦，怎么办？画这种帅帅都没办法，双手都有火，一只就好了。兰兰，要不要先休息啊？大家要休息一下下吗？好啦，我要存档了。你看，有猫咪，有青蛙。忘记存档啦！那我们看可爱的蓝蓝。好会画，你不看一下，这个才叫会画画吧？打图又是什么？哦，吓到我了，抱歉。刚刚一瞬间看到的怪怪的东西。料架，没有，刚是要贴这个啦，白痴哦，这个才叫会画画好吗？看到没有，这才叫会画图。刚刚点错了啦，刚想说确认一下这个是什么东西。对啊，他怎么那么会画啊？
没有没有没有，以可爱程度的话，他比我可爱，各方面都是。晚点再把去背存一存。哦，对，刚刚兰兰你还没进来，我是说我的手不能往下弯了。然后刚才跟他们聊聊说键盘要你们清理键盘都用什么清，但好像没有人回应我，就只有这个白痴叫我换键盘。刚刚出现的那个帅哥好会画哦，你说这个吗？你说他吗？找一下哦。这位帅哥吗？你有回应？抱歉，在画画。我没讲话。话说，我不太喜欢看他的综艺节目。没事啊，我是不知道他到底发这种事情，好像他也是被怎么讲炮轰的很惨的一个艺人了吧，是吗？然后哇，总监哦，你俩应该放这边的吧？我应该这样子，对不对？我现在可以少画了啊！我在想什么？刚才画那么认真，不对，这样就好了。干嘛？好啦，差不多要关台啦，我休息一下了。好啦，感谢下午收看咯，就到这边啦，拜咯。晚上轻松高效再见啦。你才刚来，没办法，我需要休息了，我不休息晚上会死。这样啦，拜拜。